原标题，古代有一个官职，臣子功劳再大也不敢就任，皇帝下旨都招不到人。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一定的制度，从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就开始制定各种官职、各种部门，这样办事才能提高效率，每个官职都有人担任。但有一个官职在历史上却是一个奇葩，没人愿意当，这个职位就是尚书令。尚书令主要负责管理少府文书，是从秦朝开始设立的，汉承秦制也沿用下来。到汉武帝刘彻时期，尚书令的职权增大，成为可以处理奏章的机构。后来到了东汉时期，尚书令更加不得了，所有事情都可以处理了。当时的三公都快被尚书令架空了。所谓三公是指司徒、司空、太尉，这样导致朝臣分权分化，从而影响了朝局的稳定。秦汉时期没有官品制度，丞相是百官之长，官阶最高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，出现了九品官人法制度，当时尚书令、中书监、侍中成为实际上的宰相，其他各部门的职权也逐渐清晰起来。到了唐朝时期，有了正式的三省六部制，也就是规定了三省长官同为宰相，所以三师、三公基本没有实权了。而这个时候的尚书令为正二品，侍中、中书监为正三品，尚书令还可以统领六部。唐朝时候的李世民，他就担任过尚书令的职位，同时他还是天策上将，所以后来发动玄武门之变时，他已经是百官之首，有了政治基础。因为李世民是从中书令后来变成皇帝，所以他当皇帝后就把尚书令空着了。因为李世民把尚书令空置，后来的皇帝也不敢越权，所以也就一直空下来。史学家经过研究认为，这是因为李世民曾经做过这个官职，后来的人便不敢继续担任了。毕竟谁敢跟唐太宗同端一个碗吃饭呢？一直到后来，这个官职变成一种让人敬畏的符号，日后就算功劳再大，也不敢坐上书令。比如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，唐僖宗曾打算让他做尚书令，但他推辞了，还说启臣莫止，敢乱大伦。郭子仪推辞尚书令的事迹还被载入史册，可见当时尚书令无人敢做了，连郭子仪这样的大功臣都不敢做，谁敢做呢？久而久之，尚书令这个官职越来越变味了，他竟然成为谋反的象征了。谁想当尚书令，就代表他有谋反之心了。到宋朝时期，尚书令这个官职仍旧存在，但已经完全沦为虚职了。到元朝也还有尚书令，不过没有实际意义，一般由皇太子兼任。到了明朝朱元璋建国，正式把尚书令这个官职给废除了，连宰相也废除，改为首辅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Thank you.